陈诚波1895年2月2日到1947年3月25日，台湾著名的画家。1926年以一幅嘉义街外的作品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全称帝剧。这是台湾人首次以西画画进日本公展的门槛。我收集的或访问的人是陈诚波，他发展的兴趣是画画。我对发展兴趣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以一幅嘉义街外的作品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他对我的启发是开创我对北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赴北宋为政大选，元年1107死掉。北宋明帝自幼受好读书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家母写刻立牌的。小时候就过身，成为宋皇的宋皇的继位成人。哎，没有了读，我就学到一点点，没有了。他的兴趣是书法。我对他发展兴趣或专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很聪明，很厉害，都自己读书，很好。他对我的启发是努力学习，勇敢。主要在美国发展，李安在1999年拍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我访问的人是李安，他发展的兴趣或专长是电影。然后我对他的发展兴趣或专长的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拍的《卧虎藏龙》很精彩。然后他对我的启发没有。然后我想要发展的兴趣或专长是，我想要带老板娘唱歌。持续发展或专长的希望，我的发展，我想要读专业。可是我的专长是唱歌，所以我有两个兴趣，就是大歌曲或老板娘。修拉法映入我们眼中的光色，分成几种基本的原色，在画面上用无数细小的色点把它表现出来，因而被后人称为点描派。同样是分析色彩的小笔触，新印象的心比印象派更加细腻，更具装饰风。这幅画是新印象派的一个范本。修拉为了制作这一幅巨画，花了两年的时间，400多幅的素描案稿和颜色效果图，为了是让颜色更准确，在画面上一共有40个人物，但每一个人物都是画家经过很仔细的构图而成，他们好像彼此没有关系的摆在一起，但画上却充满一种宁静的秩序。他的画画有格兰特加特的阴天，还有阿尼埃尔的浴汤，他大晚早的星期日下午跟骚动五个粉叉的女人跟女模特儿马戏团。1860年代秀拉的童年所留下的记录并不多。1870年代开始习惯，并受到布兰和勃朗西斯科的影响。1880年代，秀拉补了一年兵役后，回到巴黎，并有了自己的画室，这也是他开始练习点描作品的重要十年。一开始，他先练习无色彩的绘画。接着开始画大型的点描作。1880年代后期，他搬到了一个安静的画室，
而且有了一个模特儿女友。1891年，长子出生后不久，修拉死于白喉，享年31岁，葬在法国巴黎。我收集或访问的人是秀拉，他发展的兴趣是点描画。我对他发展兴趣，我喜欢达利，他的本名是塞尔瓦多达利。1904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1980年1月23日去世。他国籍是西班牙，他画过的画是《最后的晚餐》《记忆的坚持》，像是《周五中西晚时钟》。我收集或访问的人是达利，他发展的兴趣或专长是画画。我对他发展的兴趣或专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画的《最后晚餐》，让我感觉是他的画作，因为他背后有一个耶稣。还有耶稣后面还可以看到，他对我的启发是不一定要朝一个方向走，可以试着选择多样化。夏曼兰波安，1957年10月31日生于兰屿红头部落，曾任国小国中代课老师，台北市原住民委员会公共电视原住民新闻咨询委员。驱除20，而后他陆续出版了《人海情深》1995，《黑色的翅膀》1999，《海浪的记忆》2002年，别具意义。从八代湾的神话开始，其民族回归的迹象已开始呈现。自海《人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更加深化海洋文化的描写，其中包含族群文化的深入探索，海浪记忆则以其深具原住民智慧的语言写出周边的人事物。好了，那你有感想吗？我没有写那边。我喜欢的艺术家是达文西。达文西。达文西的生日，你现在的生日是4月24号啊，以前的生日是1452年4月15号，达文西有名的画是《好的肖像》跟《最后的晚餐》，蒙娜丽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说你的人是达文西，他发展的兴趣或专长是绘画和艺术。我对他发展兴趣或专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很聪明，而且他是科学家、发明家、教师家、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对我的启发是，几乎什么都会觉得他很厉害。周杰伦生于新北市林口区，中学就读淡江大学音乐科。淡江中学。哦，为什么他学大学？他没有念大学。主修钢琴，不修小提琴。周杰伦正式进入电影界是在2005年的电影《头文字 D》寻找周杰伦《青风侠》。2009年，周杰伦与名模林志玲合拍《志玲》，满城尽带尽带黄金甲，还出了《我很忙》《摩羯座》《跨时代惊叹号》《七里香》《半步空间》《范特西》等音乐作品。我收集的人是周杰伦，他发展的兴趣是唱歌。我对他发展兴趣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是，就算他爸妈离婚了，他还是很努力的追求他要的梦想。他对我的启发是有梦想。托尼·卡索是一位立体派画家，生于1880年10月25号，西班牙马拉加。从小展露了卓越的画画天分。毕卡索早期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生活的题材。他在蓝色时期中画作表现出强烈的忧郁与绝望。
而后毕卡索进入粉红时期，作品色调暖和，含义深奥难解。还有下面呢？下面。六乐。你查的。我收集的是毕卡索。发展的兴趣专长是立体绘画家。对他的发展兴趣是印象最深刻的《亚威农姑娘》跟《戴梦女子》。戴梦女子。贝多芬1770出生，1827年死去，出生于德国波扬。而在维也纳获得至上的极高成就，他精通各种弦乐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钢琴家，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大师。贝多芬一生虽遭遇许多不幸，而最残酷的莫于20岁后就耳习所苦，最后终至两耳全聋。但他并未死而忧郁过日，反而昂然挺立，所以所不倔不挠的精神，面对人生的每个挫折。因此我们常能感受到音乐具有人类切的特性，很能扣人心弦，动人肺腑。贝多芬以无比热情创作了9首宏伟的交响曲，不但是他的音乐的精华所在。然后，我收集或访问的人是贝多芬，然后我对他的发展兴趣或专长的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耳朵听不到，不刻脸，然后还可以弹钢琴。我喜欢的艺术家是巴哈，代表作《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个《布兰登多协奏曲》，还有《歌德堡变奏曲》。然后那乐派是巴洛克，擅长类型管风琴曲、其他键盘乐、宗教音乐协奏曲、其他乐器独奏曲。受影响人物 WF 巴哈、CPE 巴哈、JCS 巴哈。我收集或访问的人是巴哈，他发展的兴趣或专长是音乐。我对他发展兴趣或专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马太受难曲。他对我的启发是，如果喜爱音乐，就不要放弃。